跟野鸡也跌过吗？他之前回来的时候都会带小星星来我们家。没有啊，就是妍希带儿子啊。不要问我这些啦。最近就是华哥有那个演出那个玫瑰的故事啊，大家都说他骑机车的时候很帅，你有被他载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还没看，我一直想看。最近小朋友放暑假，所以就比较忙。大家都觉得华哥怎么帅度那么高的？有帅度这个我有听说。他跟那个刘亦菲的画面非常的美，很像画。对，他们在山上的那一趴。会不会想说要来骑个机车过过瘾的？好啊，好啊，等一下 call 他载我回家。会有跟野鸡？没有哎、欸，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看新闻看到的。他之前回来的时候都会带小星星来我们家，他跟海豚，因为我们三个人有个群组，然后他们就会带小朋友来我们家玩。应该是今年过年，还是去年年底，我有点忘了。没有啊，就是妍希带儿子啊。不要问我这些啦。你刚刚说筹备新戏是制作还是演出？制作，反正蛮特别的题材，就跟我本人很不像的。那不是我要演啦，但是跟我做过的东西就是比较没办法联想在一起。题材算是比较大胆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筹备，不是筹备，还在写剧本的阶段，只是会希望给大家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吧，然后也是讨论一些时下的议题。